啥啥都比撒尿重要。膀胱有多苦，你可知道？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可以排在撒尿前面，十几个小时不上厕所好像也没啥问题，可总让膀胱在高压状态下工作，它可是会反抗的。普通人的膀胱存量到了这个程度，就开始有了尿意，尿液越积越多，膀胱内压力变大，尿液就会逆流而上到达输尿管，如果细菌侵入，很可能引发上尿路感染，憋久了膀胱弹性变差，很可能就没法告诉大脑什么时候该去撒尿，不想尿裤子的话就只能这么上厕所了。不光是这样，憋尿还会增加这两种病的风险，尿道括约肌也会慢慢的松弛，到时不仅憋不了尿，还会滴答个不停。可明明有人在憋尿的时候能有特别的灵感啊。搞笑诺贝尔获奖者从心理层面证明过这点，憋尿能刺激交感神经系统兴奋，让人出汗，心跳加快，血压上升，人就紧张了，工作能力当然 up up up。 可因为憋尿获奖的另一组人也说了，老憋尿到极致会大大降低这两种能力的。看到这里还不快放下你的手机，想尿就去尿啊。想第一时间看这么多有趣的视频和漫画，快来关注女子力科学社吧。